早吃拉面很赞嘞。再走过来这边还有寿司，那是什么啊？牛排耶！哇，店家基本7点就都开了。这么美的餐厅，真的是百货公司美食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ink。今天我要回台湾，然后现在人在关西机场，因为关西机场呢全新大改造，带大家逛逛。这边是国内线2楼，国内线有超多餐厅，你看变超美，还有551。这边进来还有一个餐厅街，感觉真的超厉害的，变得好美哦。哇，美食街！现在早上8点半，店都开了，还蛮多种店家的。现在还可以看到他在前面坐。这边感觉很赞呢。观空食堂，那些日本的家常菜，还有神作拉面，一早吃拉面很赞嘞。再走过来这边还有寿司，那些什么啊，牛排耶，哇！店家基本7点就都开了，这么美的餐厅，真的是百货公司美食街。只不过可能因为，有可能因为改装吧，就是没有卖欧米亚给的地方，要到出境那边之后才会有。还有这间面包店的咖啡厅。看起来超赞，在2楼国内线这边还有一间蛮大间的药妆店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东西忘记买的话，可以来2楼这边哦。还有一间麦当劳，里面还有一间 Lawson， 日本国内线好赞，关西机场国内线变真的好赞哦。现在来去看一下国际线变怎样，离 check in 还有1个小时左右，但国际线感觉好像没什么东西，可能要出境之后才会有吧。因为我刚刚稍微看一下，没有卖名产的地方哎，它都变餐厅。但大家先吃饱就对了。哇，这个阳光洒下来真美。刚刚不是说都没有看到卖名产的店？这边有标示。出境之后就有免税店了，日本国内空港里头最大型的综合免税店，现在就准备去 check in， 然后去买东西啦。机场其实还蛮多地方还都在整修，听说之后好像在旁边盖一间大型的购物商场，期待之后关西机场的变化一定很赞。我
现在出境了，我从刚刚排那个入口进来，大概排30分左右，现在已经出境了，去逛免税店。哇，逛街哟，各位，接下来就让你买，马上就是百货公司化妆品专卖店的味道。真的超大间的，原本想要买 Jo Malone 的发香，但他没有，啊，难过，我已经有香水了，去看包好了。还有，我想喝咖啡，应该都没什么好买的。免税店一出来啊，哇，现在好美哦。关西机场变超美的，现在就是精品区了。倒过来这一头，竟然还有卖玩具、卖模型。竟然还有一间拉面店，让你上飞机前还是先吃一下。白松露的鸡白汤拉面。还有一间聚集了关西各地的名产店、伴手礼店，还有一些咖啡厅、餐厅、饭团店呢。尼基里，哇，看起来超好吃的神户牛 steak。他在关西机场的时候要注意哦，你逛免税店之后，你还必须要搭一个接驳电车才有办法去登机口，所以要算好时间。现在呢，就要来去搭接驳电车啦，这是免费的。到了，大概2分钟，很近。Shops and coffee， 有一点点小商店跟咖啡了。这边可以做最后的挣扎。ただいまー。